咪咪妹妹咁开心，咪就系因为好快可以带妈咪嘅靓靓饭盒翻学咯。Candice 嫁咗日本老公之后，亦都跟传统日本妈妈一样，每朝5:30起身为个女准备饭盒。其实都整咗4年噶啦，整俾大女嘅，佢2年班开始，咁但系咧佢由高班咧已经开始带饭盒噶啦，就成日都叫我整小白兔咯，整到我都觉得好闷。开细火，倒入1/3嘅蛋液。咁跟住你卷嘅时候咧，最好咧离一离火咯。第二次加蛋汁，再加一次就煎好啦。用之前先至切件，去焯秋葵、红萝卜、粟米仔做煎肉卷。倒入调好咗嘅照烧汁，煮到收干汁料。饭盒放好饭，要先排入蔬菜嚟固定。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要将所有的东西塞满去，有咁满塞咁满。用焯过的炸鱼饼做小红面和耳仔，加上嘴、眼睛和胭脂就完成了。如果赶时间， Candice 亦都提议了另一个简单的番茄肉酱饭，只要将烚过的番茄和牛肉碎一起煮，10分钟就整好了。但如果想给小朋友一个惊喜，就要学呢招了。翻学唔玩得手机，食个精灵球饭盒都得啩。